风行者。为什么？因为孔子说学如逆水行舟嘛，那风心如风大，我们就要逆风。那我今天做的这首歌叫做《欧帕梦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瞒各位啊，就是我们两个上大学一年来还没欧帕过，对。然后希望借由这首歌，就是勉励自己这学期一定要欧帕，然后也祝各位期末顺利。一样的寂寞校园，一样的教室里面，一样的教授面前，一样写着期中考卷，一下就来到今天，一瞬间拿到考卷，一切仿佛在昨天，分数差几个一点，瞬间世界却黑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多希望是在梦里面，难道又要重修一年，又要走雪地旁边，又要看教授的嘴脸，为什么我上了地下妈妈这张考卷，你却一分都不愿给，都过了儿童期间，你又怎么了解，难道我只能去守学，为什么考古题算了好多年，几年题目却一都没有关联，又得要打工赚钱交书筹费，我的内心在淌血，你是否听见？我走在了一步间，今天变成了一天，空白的期中考卷，我不想再重修一遍，每天都熬夜不眠，得，为了不浪费抽烟，已经有三天没睡，忽然世界却黑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多希望是在梦里面，难道又要重修一年，又要坐雪地旁边，又要看教授的嘴脸，为什么我上了提前忙碌才不觉，你却一分都不愿给，都过了儿童期间，你要我怎么了解，难道我只能去守着，为什么考古题算了好多年，今天题目却一点都没有关联，又得要打工赚钱交书筹费，我的内心在叹息，你是否听见，谢谢。